这个月内能不能先还出一部分？你说你作为村党支部书记，是不是应该带头执行党的政策？县长，不是我想跟您对着干呐。您说，我如果把钱全都还了的话，那小雷家的人是不是就得喝西北风去？所有的厂子全都得停，这人没吃的，他可以去讨饭去；猪没吃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真没钱。 雷东宝，这是中……你别多管闲事儿啊！还瞧你说的，你的事儿怎么就成闲事儿了？你啊，赶紧生个孩子，好堵住我妈的嘴。哎呦，你这任务啊，我一个人真完成不了。你又不总来，来的时候不是带着气就是带着酒，这清醒的时候没几次。哦，哎呀，你这意思是？ 我没作为，合着你炖这锅汤是要给我补补是吗？这你应该呛汤酒。别，我真不喝了，我得去趟荆州。孙玉辉回来，你小子这市场不少赚钱，当初跑了那个对象找回来没有啊？他要看见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估摸着肠子都得悔青了。 他嫁人了，嫁什么人了？还能比你好？肯定比我好吧？听说是个干部呢。